关晓彤现在是鹿晗的女友了，虽然还不到20岁，没有 PS 的照片，却像20多岁的女生，简直是一股泥石流。说到这里，真心为鹿晗捏一把汗。赵丽颖看上去虽然不是特别年轻，但是皮肤还算不错，而且搭配上这清爽的颜值和穿搭，想来想去还是喜欢赵丽颖多一点。时尚界的穿搭女王唐嫣还不算差，年过30，看上去干净利索，也很美，这小 V 脸看起来还是很敢的。有不少人喜欢看点真实的现场照，毕竟各位大咖的粉丝们还是很关心自己小主的真实颜值的。杨幂的这张看起来特别有金毛狮王的感觉，这发丝飞舞起来特别显温婉，很有知性女人味，还是很美的。